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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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视频当中这位施大爷今年87岁，没有儿女的他天天在垃圾堆里面找吃的，从小他的耳朵就听不到别人说话，加上已经年迈的他生活都难以自理，走路都是蹲着走。常年不剪指甲的他指甲都长在鞋子外面。我不要你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你说不要吃手上的，不要吃手上的，快吃。他这身衣服裤子。不知道穿了多少年，他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，连指甲上的他也把它吃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多久没有洗手，但是我说了他不听。起来的他吃住都在这一间小房子里面，常年堆放垃圾的屋子里面连人都站不下。快吃。年轻是大气喽。